Yuli，Yuli。那我为什么叫 Yuli？ 是因为，我有改过名字。那我改过名字叫做于里，因为我本来不是很喜欢后来改的名字，所以我的日本朋友帮我取了一个谐音，就叫 Yuli。那我就还蛮喜欢 Yuli 这个名字。我因为从小都在学跳舞，那从小是学古典啊，像芭蕾、民族、现代等舞蹈。到了高中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开始转型。那我待了一年的有氧界，就是在教那种妈妈，然后上班族跳有氧。那一年之后，我就慢慢又在转型，现在是在教流行舞。那其实就是什么都教啊，都可以。因为一开始出来教跳舞的时候还很密集，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就是在求经验，然后很密集的在给自己很多课，然后一直去考验自己的体力。那后来之后就发现到其实不需要这么的拼命啊，所以现在教课的方式就是也轻松了很多，然后也比较懂得说怎么样让自己的身体保持最佳状况下，还有体力这样子去教课这样。跳舞练舞其实占据我的每天的生活是很蛮长的，对，是蛮长的时间。几乎一天差不多有因为一直跳不可能嘛，大概差不多8小时左右吧。对啊，这是一条不归路你知道，你踏上的时候啊，你想放开的时候很难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跳舞算是我生命中很大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休闲活动，我喜欢看电影啊，泡温泉。但泡温泉是很重要的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平常生活都很紧绷，然后每天跑来跑去啊，脚很容易水肿，然后也是每天跳啊跳啊，然后身体都会很肌肉都很硬这样子，然后肩膀都很酸。那只要我有空啊，我都会去泡温泉，那可能是跟妈妈或跟朋友这样子。因为接触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啊，可以让我心情比较沉淀。我也很喜欢游泳，对啊，因为游泳也是一种运动，但是跟我们平常在路上的运动差很多。那我以前在学有氧体适能的时候，我有学过水中有氧的。其实水中的运动，消耗力更大。那有的时候我不想要让自己就是在路上这么累的运动的时候，我会选择去游泳。游泳池运动，但我不一定游泳，我可能就是做一些像我以前学过的水中有氧，可能是踏步、跑，就是在水中跑啊，或是做一些那种训练那个叫什么曲线的动作这样子。它可以让你感觉做起来很轻松，但是其实在无形当中它的水的阻力很大，那你做起来效果其实比路上还要好。宠物店打过工，那一段时间是我还在念高三的时候。对，那就是觉得我那时候会去应征那个，是因为就是很喜欢动物啊。
就是洗动物的那个过程当中是还蛮惊险的，像我就有曾经被咬过，然后被咬过，被咬哦，被咬下去一定就马上肿的超大，然后还要去打破伤口。已经处理好了。像我就是最喜欢帮狗狗洗澡，是因为就不用像猫咪这么辛苦。对啊，然后狗狗很乖啊，你只要哄哄它，狗狗比较听人话嘛，它只要哄哄它，跟它说乖乖乖，快好了快好了，然后把它弄干净，也是把它美美的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好喽。对啊。耶、yeah, ，你现在都已经在冲水了。现在呢，先把它的毛洗干，洗干。一手，一手，来，一定烘干净。现在呢，毛吹干了，但是要把毛吹干。妮妮的爸爸已经来了，在外面，被他看到了，已经开始摇屁股了。耶，妮妮呢？今天已经洗完澡了，还绑了一个超可爱的蝴蝶结，很有气质吧？哦，今天回家喽，耶！在我工作的时间，可能离下一个地方还有一段时间。那如果附近有商店，只要我看到有像那种卖生活杂物的那种店，我都一定会进去逛一逛。那有一些他可能会卖一些小零食啊，就是那种比较健康的那种小零食，我看到的喜欢我就会买。那我们要找一个吗？闪亮三姐妹的歌怎么唱？平常的话，为了方便，那我一定都是以可以配球鞋为主，对，因为一定要到处手滑道啊，然后穿的衣服也是比较就是偏运动，或者是牛仔裤，再搭简单的可能外套啊、上衣，都是比较舒服、比较方便性。对，那如果碰到有空了，就是比较不用跳舞的时候，我也会想要转变一下心情。可能到假日的时候，就是还是比较累一点。那平常的话，还是走比较就是运动方面。只有这一套。对，他只有。我要穿这件啊，这件有点学院风，穿起来会这样子。应该还蛮可爱的，我再去找一件背心来搭它。这已经有一件了，好，那我要去试穿，变装。噔，这样好猥亵哦，拜拜。噔，我要找一下自己。嗯，好可爱哦。这裙子连身的非常方便，嗯，而且我喜欢这个钻。然后呢，这件背心就像我刚刚喜欢的皮草一样，而且它里面啊还有今年很流行的豹纹哦，非常有设计性。冷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把帽子戴上，嗯。笑哦，安全有没有帅气呢？我认为我自己最性感的地方可能是我的背部吧，对啊，因为我的，因为像我们从小跳舞的人啊，可能腿会练得比较壮，可能都会有那种裸脖啊，所以我不是很喜欢我的腿。那我觉得我练得还不错的地方就是背部，因为有背肌，但是却没有很夸张的那种背肌，然后又白白的都没有疤。对啊，所以我很喜欢我的背。如果到夏天的时候，我很蛮爱穿那种露背装。对啊，而且教课的时候
为爱战斗陪唱，对啊，让学生看我们飞，没有啦。我觉得我自己跳舞最辣的时候，可能就是自己在家里乱跳的时候，因为你出去教舞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要很标准的跳给学生看，那你出去表演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很用力的跳，看着自己镜子啊，只有自己在看自己跳舞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最性感的。练拉队呢，我希望自己的表演还有就是那些的用心啊，那我希望球员啊或者是球迷啊都可以感受到，那也可以为我们加油。很希望在拉队里面啊，大家都可以相处很融洽，那也不要分得很清楚这样子，那我觉得这个感情融洽是最重一个 team 里面最重要的因素。我们都是一件超好姐妹哎，而且才那么几个礼拜下来而已，感情都超级好，所以我觉得有点感动吧，是蛮开心的。那我希望我们未来的那个球队，就是未来猎人队，可以在这一季达到就是总冠军这样，而且我很有信心。我希望但球队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加入，所以他们都达到总冠军。好好加油！我希望说我们啦啦队可以带给我们的猎人队很大的意义，因为其实我们跳每场的时候都是很用心的，真的很用心。那我们希望这样的用心会有相同的回报，所以猎人队要加油哦！加油！我们快乐夜幕，快乐快乐夜幕，我是你的新朋友。你们明明就只有两个人。Someone unknown, shed a tear for a child that's been left alone. You're only human and it's alright to cry, but it's truly a crime when you don't even try to help us.